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台中思恩堂杜明达牧师，很开心这次在你们的国语堂的退休会当中呢，可以跟你们在一起分享做主门徒活出使命。做门徒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大使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，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那这次的主题定得非常的好，我也相信在这次退休会当中呢，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。这次我们盼望能够从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我们想很重要，不单是我们要做什么，更重要是我们要活出基督来。若是要活出基督来，我们做耶稣门徒就要付代价。耶稣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。那我们跟耶稣带门徒这么3年半的时间，跟他们主要做了什么呢？他们说要跟门徒常在一起，门徒常跟耶稣在一起，建立深厚的关系。所以门徒的跟主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。之后呢，这些有了关系，有了主的同在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的来完成福音的大使命。所以我盼望在这次退休会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一起学习。那这次不但我来，我的师母跟我的小女儿 Sarah 也会一起在我们中间，盼望你可以一起参加，不但是你，你的全家，各位，你是很重要的，对于主，对于神的国度，对于我们的教会，你是非常重要，盼望你一起来参加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奔走天路，一起来做主门徒，一起活出使命。愿上帝祝福你。